没他们那个视频，他们落得很好看。土石落这样抛物线这样下来，对对，就一个抛物线这样子下来。它跟那个出口的那个地方抛光有关系。我们那个16枪这边48枪，因为我下面有一个台阶，我避空了5个毫米。因为现在广速这种模具最容易坏的地方在哪里？就这个哈弗嘛，这个快。我们下面是双道悬空的。我这个成型呢，等你顶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还有5个。顶住的位置呢，就是我要顶住5毫米的时候，我才能双倒退。刚开始先顶5个是空的，空顶的，顶不到10，所以它会有一个弹的现在。这样子差差不多了，能接受了。不要乱弹就好了。哎，是吧？对，上次还不是乱弹，没乱弹就好了。这里就是6.4秒。我这个机器能力还没发挥到极致。6.4，可以的。前面这个上面还有0.2秒，嗯，还可以的。情况这样，零点二，零点二。这为什么搞0.2了？0.1了，落不下来。对。差不多0.1也可以。这么拿我们产品看一下。这个。如果这样 OK 的话，你到时候要跟托尼尼说，这边再加2台车机，然后这里更磨，对，把更磨的话，15T 的抬高一点，筋膜，不然到时候摩擦太大了，摩擦这么大的话，你。6.4与二，掌柜定，凹了是吧？拉了还是凹进去了？有一点凹进去。哦，这个凹进去要很高。啊，有点高出来。就要打这个油。明白了，它这个漏柄是不是头子前面那个加热贴隔得太近了？没有。